大家好 ，HVI 高势能股份有限公司现在要为各位介绍一款 C42 世界最小 8K 超高速相机，解析度最大为 41.500 万像素。主要的特点如下：当使用 8K 解析度 41.500 万像素时，画面更新率为 6.96 赫兹；如果是使用 4K 解析度摄影时，画面更新率则为30赫兹。使用超高速的 USB 3.0， 可选择集成的高解析光学、影像稳定器及焦点。德国制造的品质，可应用于机器视觉、视觉品质检测、4K 视频、半导体、纺织、汽车、内视镜、显微镜、生命科学、安全监控、眼科、牙科、条码扫描、航拍、网络摄像头等等。如果您对我们提供的相机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与我们联系，谢谢。